新车，好料在家，轻松做。来跟各位介绍了那么多好料理了，对不对？但都是大菜。现在要跟各位介绍一道主食，什么主食呢？您注意看一下，我们芙蓉五星的玉馔，什么东西？我套灰有零款，这你啦，这不是推销叫你买啦，你即马赶紧买咱这酒料吼，伊都有送啊嘿。来，滚水下去煮，煮多久？300秒的时间，5分钟就可以了。就示范一下四味合一的面，四喜临门，祝你们今年鼠年行大运啊！一定要煮5分钟啊！你不煮5分钟的话，它的面心很硬。我们跟意大利面不一样的地方，不管你宽细长短，都要7分钟。水中都要加一点盐巴跟油，对不对？我们这个不用，就是一个滚水下就可以了。5分钟到了，就这样倒出来啊。好，好朋友来，那我现在呢，水沥干了以后，你不要拿去冲冷水哦，哪怕你想吃凉拌的都可以，直接把酱料拌进来就好了啊。那你不要拿去冲冷水的原因是什么？热胀冷缩，本来很 Q 弹的面，因为你冷水倒进去了，它冷的吸收了一些生水在里边，怎么炒面香都出不来啊。好，来，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好 ，XO 酱、辣味丁香有没有？有没有丁香一尾一尾的哈？不拉稀的哦。好，再来，蒜蓉椒麻酱，你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不喜欢吃辣的放少一点，就是安尼就好啊。好朋友来。来，好朋友，你们看到了哈，就是这样子拌炒就好了。如果你不炒的话，直接放到一边去，用筷子拌一拌，做干拌面也行啊，也成立的啊。最尾巴起锅，香菜末一点点，葱花一点点。你看看，目前台湾五星级饭店有哪一家能够像我们这么用心为消费者想到这么周到？啊，大鱼大肉，够米的小咖，你要去倒找啊？